台湾设计展今年将在高雄举办，青年局和设计师通力合作，联手改造20多间户政事务所的结婚登记背板，更找来了市府发言人钟景瑜还有张彦青拍摄影片，展现在地特色以及文化创意。冈山羊肉炉、盐城老戏院、大寮电话亭，这些不是高雄新的打卡地点，而是户政事务所结婚背板。盐城户政事务所化身成爱之城大戏院。台湾设计展今年在高雄举办，青年局找来在地设计师，结合各区特色，让户政事务所结婚背板摇身一变，充满文化创意。我愿意，乃侬愿意。市府发言人周景瑜、张彦青更化身最美模特儿，实地走遍旗山、大寮、盐城等6个取景地点。最特别的是，两人还在旗津海洋风背板前换上轻婚纱，展现浪漫风。我们观察到现在的青年朋友呢，已经不像过去啊，这个结婚最重要的是宴客的时候。那现在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登记这一刻的这个仪式感，对于我们的青年朋友来说是更为重要。结婚背板大玩在地特色，融入高雄美食美景，从小地方细腻呈现，让人发现高雄之美。记者王超群、肖志远，高雄采访报道。